心灵回收站爱的港湾。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跟男友郑峰处了一年半，我俩各方面都很和谐，到了见家长谈婚论嫁的地步。郑峰早早就缠着我见过我爸妈了，然后就催我见他妈。他说只要我见过他妈，家长这关就算是过了，反正他爸不管事，家里的事儿都是他妈说了算，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见就见吧。到了约定好的那天，我特意请了半天的假，我先去打理头发，再去美容院做一个护肤，最后穿上中意的米色连衣裙，然后提前10分钟就到达了约定的饭店，就为了给这第一次的见面多加点分。没一会儿，郑峰携他妈到场，我赶紧就起身招呼。郑妈的眉心镶嵌着两道醒目的竖纹，一双浑浊的眼睛尽显老态。她从一进门就上上下下的打量我，跟扫二维码连不上网似的。我明显感觉她不是因为喜欢我而挪不开视线，但是心想着既来之则安之吧。待服务员麻溜的把预先点好的菜给上齐离开后，郑妈清了清嗓子直视我。听说你装修房子花了20多万，我点点头。郑妈继续，你自己买的房子花多少钱装修我管不着，可你哄着郑峰出15万算是怎么回事？那房子是你的婚前财产，跟郑峰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年纪不大挺会算计啊，你自觉点，赶紧把钱还给他。这啥意思啊？我没答话，只是递了个眼刀子给郑峰。郑峰急得直咂嘴，说什么还钱啊，那是我自愿的。还你自愿？你呀，就是太单纯了。郑妈打断了郑峰的话，声调也扬了起来。郑峰都32岁了，还离过一次婚，能有多单纯？我在心里腹诽，看来这位郑妈跟未来媳妇见面是不走寻常路啊，只是我不知道她的葫芦里还要卖啥药。索性就洗耳恭听，郑妈的嘴巴不停，她面不改色地数了我身高不足1.6米，实在是配不上郑峰的1.85米的大个子，还说郑峰要是娶了我，我再给郑家生个小短腿的孙子，那他们老郑家的优良基因就彻底的拉垮了，到那个时候他哭都来不及，所以他劝我早点和郑峰分手。我真是给惊着了，活到28岁第一次有人这么苛刻的点评我，从品性到基因，还打压我将来的娃。我在职场奋斗6-7年，虽然只混上部门的业务主管，但也是常年跟各色人等打交道的。我若怼他，不说一定赢，凭我思维敏捷又伶牙俐齿，逗他10个8个回合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尽管内心愤怒的小火苗蹭蹭地往上窜，我还是拼命地压下了。只要我跟郑峰的婚事还有1/1000的可能，郑妈就会100%地变成我的婆婆。那我跟她打口水仗，无论打得赢打不赢，都是给自己埋雷啊。当然再做下去也太委屈自己了，于是我干脆就拎包走人。郑峰看着我要走着急了，忙起身拦我，我没有留情，狠狠地踩了他一脚，他嗷的一声立刻就松手。且郑妈，看在你是长辈的份上，我可以不跟你杠，但我还不能制止自己的男朋友吗？心里的火总算是出了点，踩完他，我抬脚就走出包厢，郑峰没有追出来，但是给我发了好几条道歉的信息来，说一会儿就把郑妈送回家，就来找我。公平点说，郁闷的是我，煎熬的是他，他肯定是没有料到他妈会这么不待见他认定的未来老婆。我跟郑峰经由共同的朋友介绍而认识，他的颜值长在我的审美点上，我俩挺聊得来，工作之余常约饭。约饭第3次，他送我到楼下时就表白了。他说我人长得美丽，灵魂也有趣，想跟我结婚。我吓了一大跳，以为他是在跟我开玩笑呢。
但他是挺认真的，他坦诚自己有过一年的婚史，和前妻性格不合就离婚了。三年前俩人是和平分手，没有孩子，房子他租出去了，暂时住在父母家。他爸喜欢玩，不怎么着家，所以住回去主要是想多陪陪他妈。他还特别的强调，离婚后和前妻没有任何的瓜葛，大家是桥归桥，路归路。我略一迟疑，觉得遇上投缘的人并不容易，何况他各方面条件还不错，就爽快的把那点过去给忽略了。当然闪婚就太夸张了，谈一场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倒是可以的。正风不打游戏，喜欢拼乐高看电影，还抱的一手好汤。身高1.57米的我跟他在一起后吃胖了10斤，我喊着要减肥，要不然就变成南瓜了，他却说我可以再胖10斤，反正他也不嫌弃我。认真交往1年，我才带他见了我爸妈。此后他往我家就跑得更勤，我爸妈都喜欢他，搞得他跟我爸妈的儿子似的，我都有些吃醋了。这期间我买的2居室交房了，正风就忙前忙后的跑装修，把细碎操心的活全都给包圆了。装修款总共是20万出点头，我一开始付了5万的装修定金，后面都是正风给结的账。我要把钱转给正风，他是抵死都不要，说这是他的诚意，这样他一个男人才有脸赖在这所房子里跟我打情骂俏。我被他给说乐了，再要是一个劲儿的还钱，不仅服人美意，也太矫情，就做吧。都说谈恋爱不要谈太久，差不多就结婚，我也是这么觉得，所以戴上正风的求婚戒指后，我就答应他去见他妈。我没想到郑妈这么排斥我，一点祝福的影子都看不到。一个小时后，郑峰来找我，说他人已经到我的楼下，听从发落。我晾了他半个小时，才晃悠着下楼。他看到我立刻就迎上来，冲我呲牙咧嘴的乐。我憋不住的也笑了。郑峰给我系上安全带，说带我去看电影。可车刚开出小区，郑峰就接到了他妈的电话，说是忽然就头晕心慌，全身无力。郑峰开着免提呢，我听了声音也觉着郑妈身体有些虚，就催她赶紧回家，带郑妈去诊所看看。郑峰调转车头回家，一路上都夸我大气。我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大气，只是我想得通，这段时间老加班，和郑峰相处的时间本来就是少得可怜，今天我好歹是精心的捯饬了一番的，怎么能因为跟郑妈不对付就把跟他的好时光给拒了呢？也不过是晚上8点多，约会正好，没想到郑妈的身体不适，这个时候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女朋友，我都必须有高姿态呀。我原本打算就坐在车里等，让郑峰上去看看情况，可郑峰说都到家门口了，怎么着也得请我上去，我只好是硬着头皮跟他一起进家。可明明郑妈笑眼盈盈地坐在沙发上，跟一个漂亮的女人热乎的聊天，根本看不出她哪里不舒服。郑峰只愣了一下，拉着我就要退回去。郑妈迫不及待地冲我嚷道，你怎么来了，我真是小看你了啊，那就认识一下郑峰的前妻可可吧。原来沙发上坐着的漂亮女人是郑峰的前妻啊。我面不改色，狠狠地掐了郑峰的手臂，他疼得嘶的一声，脸上透着讨好又尴尬的笑，歪过头来低语说，我真不知道他在。郑妈又严肃地说，你以后别上我家来了，郑峰跟可可是要复婚的，你再来可就真就不合适了。复婚？这叫什么事儿啊？郑峰不是跟前妻老死不相往来吗？真是男人的嘴，骗人的鬼。郑峰拉着我就要往外走，我甩开他的手，快走2步去按电梯，偏偏电梯是一个劲儿的往高层窜，我索性不等电梯就走楼梯去。郑峰紧跟着，我赌气地说，要不听你妈的，咱俩分了算了，我给你前妻让位子。郑峰不接话，插科打诨，新上映的电影特别好看，快到点了，咱俩赶紧去。我哪有心情跟他去看电影，这一晚上接连的闹心还不够吗？
我又不是成仙的菩萨，真的能做到气定神闲。我坚持让郑峰送我回家，然后把他关在门外，让他离我远点，别来烦我。郑峰信誓旦旦地保证尽快把家里的事处理好，给我一个交代。此后他一连三天都没有露面，倒是郑妈找来了我的办公室，一见面他就要加我的微信，然后他开始敲打我。郑峰的前妻你看到了吧，比你高，比你长得漂亮，还比你温柔，他俩也就是那会儿子年轻，闹着别扭赌气离的婚，三四年过去了，一个没娶一个没嫁，他们才是有缘人，要不也不会打算复婚。不信你问问郑峰，可可那天晚上是不是睡他床上了？听我劝，你就别横插一杠子了。听郑峰说，你挺能挣钱，家世又好，这么好的条件不会没人要吧？你就别缠着我儿子了。对了，记得还钱。我全程不吭声，在心里冷笑，我现在肯定不会还你儿子的钱。他不把前妻这档子事交代清楚，我就把他踹成猪头。郑妈可能是也觉得无趣，就晃悠着往门口走，临出门他又回头瞅了瞅我，还意味深长地冲我笑，这才扭着老腰离开。他前脚刚走，我立即就打电话给郑峰，既然你跟你前妻旧情复燃，那就别来招惹我了。可电话里郑峰小心翼翼地指天示日，说那晚他为了避嫌就没有回家，去挤一个哥们儿的床了，不信我可以去求证。他还一本正经地强调前妻可能是睡了他的床，但绝对没可能睡到他。按说我应该相信郑峰，毕竟我们处了这么久，但我还是将信将疑。可是不信又如何，这事儿是没有办法求证的，哥们儿不就是用来打掩护的吗？这事儿信不信不取决于我得到怎样的证实，只能由我的心来决定是不是相信男友的操守。我不得不佩服郑妈真的会挑事，于是抱定主意不理他，坚决不能让他牵着鼻子走。只要郑峰跟我一条心，还怕他不消停吗？这天下就没有拧得过儿子的妈。但是我想错了，或者说我低估了郑妈。此后郑妈一天不落地给我发信息，还让我还郑峰的钱，还说再不还钱他就来我公司闹，找我上司评理，他还非要我和郑峰分开，最好是白纸黑字写个保证书，签好名字给他。说真的，我又不是才进社会的小姑娘，我对自己的感情和婚姻有自己的判断，真不希望郑妈来指手画脚，可我又怕他真的来到我的工作的地方闹，让不明事理的人吃瓜，影响我的工作。他这么不待见我，真是让我有着说不出的厌烦。我只能去警告郑峰，让他管好他妈，不要来骚扰我。郑峰一再保证说他跟他妈谈好了，他真的不会再来找我的茬了。就是老人家的思想工作还是要继续做，又跟我约好周末晚上见，可计划赶不上变化。周五下午临下班前，郑峰被老板拎去外地出差，过几天才能回来。社畜就是这么的身不由己，我当然理解，因为当晚我也有工作加深。可正当我埋头加班，却收到了郑妈发来的一段视频。视频里郑峰的前妻给郑峰系上围裙，两个人挨着说说笑笑的在厨房里洗菜。郑妈的话外音是格外的清晰，我儿子我媳妇天造地设呀。郑峰还回头冲他妈乐，他们仨竟然一起在家做饭，什么出差，郑峰分明就是在跟我扯谎。我的心真的是太宽了，竟然相信他和前妻没事，我真傻，他说什么我就信什么，让他耍得团团转。我就不该这么理性，我就应该去找他大闹一场，扇他两个大耳光，再去吼郑妈，你瞧不上我就算了，我还不稀罕嫁给你儿子呢，你们母子俩不要再来恶心我了，以后咱们就老死不相往来。对，这口气必须出，长这么大我受过的委屈也没有这半个月的多，再说我从来也没有怂过呢。我冲到郑家门口，却听到里面传出两男一女激烈的争吵声，
说话那男的不是郑峰，而是郑爸。门是虚掩着，正好方便我在门外偷听。原来郑爸有新老婆了，而郑妈和郑爸竟然离婚17年了。两人离婚后一直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一周前郑爸另娶了，现在就要搬走，郑妈拦着不让走，大骂那个女人是狐狸精勾引郑爸，而那个女人直接就讽刺郑妈，霸着别人的老公不放，我真是吃瓜吃到撑啊。我从来没听郑峰讲过他爸妈离婚的事，郑妈刚才不是还给我发视频展示他和他儿子还有前儿媳在一起的和美吗？怎么郑峰和前妻不在，倒换成了郑爸和郑爸的新老婆了？我这边在门外嘀咕着呢，就听吵闹声和脚步声往门口这边来了，我赶紧的闪进一旁的楼梯间，拿眼瞄着，郑爸推着两个行李箱和一个娇小的女人进了电梯，郑妈倒是没跟着出来撕扯，周围静悄悄的。我迟疑了一会儿，还是轻手轻脚的走回郑家的门前，门还是虚掩着，我竖着耳朵听，里边没有动静，索性推开，却一眼看到郑妈躺在客厅的地板上。我快步地走过去扶下身子喊郑妈，郑妈眼皮动了动，说话又轻又含糊，我根本听不清。我见她眉头紧锁，手都抬不起来，也不敢贸然地动她，就打电话给郑峰，简单地说了一下她妈目前的状况和我看到的。郑峰提醒我她妈有脑梗病史，我就赶忙拨通了120。我跟着急救车去了医院，路上还是有点害怕，我告诉了我爸。到了医院没多久，我爸和我妈也着急忙慌地赶了过来，医生给郑妈做了一番检查之后，确诊她这症状是脑梗引起的，就对症用药了。医生说送医及时，病人意识清醒，要是陷入昏迷可就危险了。输液到大半夜，郑妈终于缓过来了。她看了眼床侧的我和我爸妈，疲惫地笑了笑，说给我们添麻烦了，我爸妈让他放宽心，没事了。郑峰赶回来看到郑妈无恙，使劲地握了我的手，还当着我爸妈的面掉了眼泪，估计是感动的，他可能没想到我爸妈也陪到三更半夜。郑妈在医院住了三天，出院后对我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说我爸妈是好人，说我是好孩子，又解释说那视频是以前的，他故意发给我刺激我的，因为他真的希望郑峰能跟前妻复婚，在他看来夫妻总是原配的好，可郑爸这个原配把他推倒在地，头也不回的离开，让他彻底的心寒。他躺在地上一动也不能动的时候，心里对死的恐惧大过了对郑爸的执着和怨恨。那时候他默默许愿，只要能缓过来，往后就一个人清清爽爽的过。这些年他在郑爸那里的付出就当喂了狗，离婚就是离婚，什么离婚不离家，最终伤害的都是心存幻想还不停付出的他自己。他再也不想掺和郑峰的事了，买东西都要买合自己意的，郑峰要再婚当然也是要跟着看对眼的人过。他跟前妻都翻篇了，他这个当妈的还是想不开，非要撮合他们，就是太想不开了。我以为郑妈终有一天会因为拗不过郑峰，最终会同意我们的婚事，却没料到他自己大彻大悟了。想着他和郑爸纠缠了大半辈子，我真的很感慨，也庆幸他能放下过去，可能把郑爸郑妈当作是前车之鉴，郑峰才会跟前妻离婚后做到没有任何瓜葛吧。我向郑峰求证，他抵死不跟我讨论他爸妈的事，说他们是他们，他是他，他只想跟我好好过日子。虽然我对郑峰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隐瞒我他父母的事心存芥蒂，但谁还没有点难言之隐呢？再说了，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会权衡利弊，郑峰对我的真心也算是踏实可靠，而我对他也动了真情，所以我还是嫁给了他。新婚那天晚上，郑峰抱着我正激情澎湃呢，我也不知道是哪根筋受了触动，脱口而出，你说你妈当初非让我还钱，
是不是嫉妒你对我好呀？你爸肯定没给你妈大手笔花过钱吧？争锋长叹一声，哎，真搞不懂你的脑回路，这种关键时刻 你提他们，你让我怎么办啊？我知道我煞风景了，结婚后我们俩是偶尔闹点别扭，基本上没让矛盾过夜。我们结婚没满一年，公公就突发脑溢血走了，婆婆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整天，一天后如常的和我们一起过日子。我怀孕和坐月子时，正风和婆婆把我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出了月子后婆婆就接手帮我看孩子，让我顺利的返回了工作岗位。我每一天到家就喊妈，婆婆就笑盈盈地应着，她应该是彻底忘了从前的脏心事，眉头舒展了，变得慈眉善目。疫情这几年很幸运，我和正风的收入都没有受到影响，婆婆身体一直挺好，我们的孩子也上了幼儿园。婆婆说是我这个媳妇娶对了，我大言不愧地接受了她的夸奖。正风却在一旁逗儿子，小子，幸亏你的腿不短，要不然你奶奶不得哭死啊。婆婆就伸手去打正风，我就抱着儿子乐。结婚的日子果然是和对的人在一起才有意思。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